来，摄影师，快看，这有气泡。昨日我们一道浴血开路，翻山越岭，穿过冰河，经过一天一夜艰难的赶路，终于在天黑时走出了丛林，寻找到了一块低洼处，升起了火堆，烤起了螺肉。不料半夜突降大雪，冻得我是瑟瑟发抖。什么情况？下雪了吗？这是夜灭了，暂时扛不住了，还是先眯一会儿吧。早上起来，周围已被大雪覆盖。早上好，家人们，这雪下的也太大了，这天气就得吃根雪糕。我打算用这箱可乐做一根超级大冰棍，再了这么多，差不多。昨日在冰面上扣除模具，加入快乐水以及各种刚采的野生冻干小水果，还有蓝莓和冻葡萄，并且放入提前准备好的木棍，只需稍等片刻就能制作出一根超级大雪糕。突然听到冰层下传来动静，我便迅速前去查看。来来来，摄影师，快看，这有气泡。哦，难道这下面有鱼？于是我赶紧拿出了本次所携带的超大号冰钻头，并且迅速组装好。啊，利用工具把它解救出来。视频在安全的环境下拍摄，未成年以及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是将冰层打通了。成功！哇，这冬天的第一根冰棍也太大了吧！我先尝一口。真得劲儿！哎呀，你这一口可真大呀！来，弟弟，尝一口我给你做的大冰棍。哎，这么小一只冰棍都不够我塞牙缝呢。住了呢，什么声音呀？应该是冻雨了，快快快！昨日利用摄影师的携带，绑上木棍，制作了一套简易版的钓鱼装置，便布置好，还架上一台手机，采用守株待兔法尝试钓鱼，而且还利用冰雕工具，使出了单身20多年的手速，将白天制作的超级大雪糕成功脱模。脱模成功！因摄影师没吃过冬天的第一根雪糕，也忍不住尝了一小口。真得劲儿！哎呀，你这一口可真大呀！由于这里的气温极低，半夜经常下雪，多添些柴，把火升大一点。今晚你先值班看火，我先睡。看来是得抓紧时间搭建冰雪城堡了，千万看好了，可别灭了。知道了。冰棍虽然好吃，就是吃不饱呀。还好来的时候妈妈给准备了一堆土鸡蛋，冻得跟石头似的，还是烤着吃吧。他俩睡觉都打呼。
晴天在制作冰棍时，突然听到冰层下传来动静，扒开表面的雪，才发现这下面有鱼。于是我利用现代工具，结合一套简易的钓鱼装置，便加上一。欢迎！这一次我携带了整整一麻袋的土豆子，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，也叫洋芋。张王爷用炭火烤制两面金华，吃起来外酥里嫩，嘎嘣脆。哎呦，我的牙！你烤的啥呀？皮都烤糊了，里面全是冰渣子。哎，真是麻面光，里面一包糠。昨天利用丝袜制作了一套由来无回式捕鱼神器，布置好便放入秘制饵料。回到营地后，升起火堆，拿出本次携带的土豆，烤制两面金黄，吃在嘴里外酥里嫩，让我瞬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嘎嘣脆！今天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第六天。早上好，家人们！打造冰雪城堡需要漫长的时间，但临时住所的问题今天必须得到解决。我打算利用雪花，先在这里打造一座雪屋，作为我们的临时庇护所。先把冰冰上的雪花利用箱子给它装起来。昨天利用工具收集了大量的积雪，耗费了不少体力，一点点运回基地。
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双眼睛。昨天利用刮板找平雪堆，撒上天然强力 BB 胶，等待7749秒速冻成型后，利用我单身20年的手速，花费了我8个多小时掏空雪堆并打磨光滑，又割来大量枯草进行铺垫，为我们极寒的雪屋增添一丝温暖。晚上我们再挤着一点，这样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了。嗯，真舒服。熬过这一夜，我将利用冰块打造一座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寒冰四合院，开启真正的冰封求生。由于夜里温度骤降，食不果腹，饥饿难忍，我只能忍受着刺骨的寒冷，进入丛林中寻找一些干柴，并带回基地，升起温暖的篝火，拿出本次携带的干粮，土豆子烤吧烤吧，我拿慢慢的烤着。哎呀，我的土豆烤糊了，还好我反应及时，不然今晚连土豆子都没得吃。别说这土豆子吃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，太香了。来，你也尝尝。我小的时候连土豆子都没得吃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双眼睛。大半夜的，你别吓我呀。
起兵搭进冰雪城吧，走去看一下我们的丝袜捕鱼神器有没有货。哇，我的天哪！